因嫌2000多元月薪工作收入低，大学生关小冠开始摆摊卖饼，父母开始并不理解，好不容易把儿子供成了大学生，怎么还回来做小买卖呢？如今关小冠的小店一天可以赚600多元，月利润过万，不过他倒是希望少赚一点，别像现在这样累。其实各有各的艰辛与不易，不过劳动致富超赞。